灵魂就在上面飘渺。太难了。嗯，这是什么做的？其实我也不知道，主要它的汁调的挺好，知道吧？有蒜香，有这种酸辣的感觉，所以这个面皮啊，不，这个凉皮吃起来比较爽。什么？先吃饭别凉了。嗯，这个本来就是冷的，好吗？它凉不了。嗯，又有阿珂，嗯，凉皮凉了不好吃，放心，好吃的很。嗯嗯，这把我们用这个云中君。嗯，云中君呢？完了。阵容好像不是很好，你是左撇子吗？不是，摄像头是镜像的。谢谢浮生若梦的火锅。嗯，我看一下二级抓下意义大不大？就二级抓下吧。嗯。哎，怎么扑出去了？飙到他，可以，他死了。还好这个兄弟跟上了呀。哎，我这个墙是怎么过不去？还好还好，这个兄弟愿意跟，他不跟我真的又傻了。嗯嗯嗯，哎，我总感觉我方向滑的是对的呀。买装备别急，还是帮下路。可以给他，我跟他一起到四，然后去打这个暴君。哎，这样玩好像思路挺清晰的呀。哟，他没到四，我到四了。可以，挺聪明的这个元芳。
可以这边等他一手吧。来人呐，怎么露了个头？他刷大过去了，那就反野怪吧。阿珂来了呀，救他。哎，别追了呀。哎，你还特地过来前来一炸，好兄弟。OK， 拿这个暴君。哎，是的呀，红开直接抓下，抓到了收益真的大呀，高高风险高收益。因为你抓下的话，如果对面会的话，他如果去反你的蓝，你相当于会丢一个 buff， 对吧？以后都这样玩算了，老是搞常规打野思路没什么意义。只要能两级抓人的，以后都红开直接抓下了。你觉得呢？哎，是不是有道理啊？我要不等一下我试一下吧，我全部打野，我都搞那种两级能抓下的，就搞别人一波，搞对面射手的心态，让他特别气愤。我扛了两下，不是吧？扛两下，这什么意思啊？这扛了两下，这个人活下来了。这就让人很尴尬了呀。我们这边是技能全空吗？我感觉他二技能已经交过了呀。你要看张良新皮肤，我因为我开播第一把就用了，好吧？我等一下再玩，你稍微等一下，可以飞大招，他就应该死了吧？漂亮，吃口药，把这个塔一推，对面这不是阿珂打野吗？对吧？阿珂打野也没什么节奏了呀。果然，难道是天才打野觉醒了？护心态跳跃，他刷大了，回头救我，一手一技能波他。哎，真的是天才打野又回来了。轰开抓下才是王道。把这个限制主宰一拿，感觉他们炸了呀。刷一波野，把打野刀给怼满。哎，都残了，挡一手，漂亮。哇哦，别慌，跳咬波他。强行推下路，赶紧把这个塔给点了，然后想一下，这个中路塔也可以点，赶紧把这个宗师之力给做了，小心小心。好，应该问题不大，我看一下，我可以拿暴君来吧。宗师，他这边刷了个大，别人应该等他落地啊。完了，他这一波蹲一下，兄弟，惩戒他了。他这边给了个加速，哇，兄弟，这一波。啊，有点凶啊！这个狂铁，他这个时机找得很好呀。
我看到他塔里面开了个大招，一手一技能回了20000多点血。OK， 他们炸了。嗯。嗯，减他速，没有能量了，先播两下，把能量打一打，不要用技能了。红 buff， 阿珂没有过来。嗯，等我，等我，你这个小兵，等等我。好的，拿只鸟来了。鱼之一战，他这一脚，我这一手跳咬，人群之中疯狂输出，我在跳，我在咬，嗯，是不是直接往他们人堆里面跳了？因为装备好啊，就这么膨胀。他这边也直接刷了进去，直接一个大招把他们都踩死了，游戏已经结束了，朋友们。嗯，还行。好像是有道理的，红开抓下无敌，我再试一试，我再试一个，我再试一个，再试个云中君，还有谁啊？盘古也可以，二级抓下，又打了一个12.2，完美。